得圆满，不过在韩国已经真的很贵了。小不分种类，慈悲救护生命，传达爱以及对生命的关怀。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。我们学佛就是从慈悲而找到了生命，从慈悲就断除烦恼。所以中华护生协会到处在解救生命放生，但是有很多生命没有办法被放生，你要救它，牛、流浪狗、狗，甚至的一些大型的不能被野放的动物，所以生命电视台需要有更多人提供土地、提供人力、提供财力来保护这些可怜的动物，因为他们对我们都有恩的，都是我们的父母，所以愿大家一起来成立护生园区，也加入护生园区保护动物的工作，来成为义工，来成为职工。以一个佛教徒慈悲的心来做这个圆满重要的工作。阿弥陀佛。护持账号4213-8483，4213-8483，户名中华护生协会。生命点是云林观音讲堂举办八关斋戒、护生点灯供水暨小蒙山慈悲施食法会。恭请湛勇法师主法，日期9月4日星期一上午8:30，地点云林观音讲堂，地址云林县虎尾镇新南里竹围60-3号，上午8:00于斗南火车站备有接驳车，下午4:00于土库屠宰场点灯供水暨小蒙山慈悲施食法会。联络电话05-633-1565。05-633-1565。新逢中原地宫圣诞、中元节、佛欢喜日、僧宝节、念阿弥陀佛、持斋除罪200节，农历十五，生命殿是树林菩提讲堂举办八关斋戒，恭送盂兰盆经、普门品、点万灯、供万水、十供养、佛前大供暨护生法会，恭请湛乐法师主法。日期9月5日星期二上午9:00，地点树林菩提讲堂，地址新北市树林区中爱街7号，上午8:00-9:00，于捷运板南线亚东捷运站2号出口备有接驳车，晚上7:00于桃园中心恭送地藏经、护生暨甘露施食。联络电话02-2688-5088，02-2688-5088。
收看《爱护生命》卡通动画系列。不计前嫌的老狗。在一个城镇的路边，有栋两层楼房子，这是老罗的家。老罗在一楼开了间小商店，每天他都会带着他那只养了多年的老狗一起做生意。过几天我会进几瓶好酒，到时候你可要来买瓶尝尝啊。那是一定的。老罗，这只狗的年纪不小了，还记得多年前它还是一只小狗的时候，就来陪你一起看店了。是啊，有这只狗的时候，我的儿子才二十几岁，现在我都要当爷爷了。什么？你要当爷爷了？是啊，我媳妇已经怀孕7个多月了。哎呀，那可要恭喜你了，再过几个月你就能抱孙子了。然而老罗的媳妇非常讨厌狗，尤其对老罗养的这只老狗更是讨厌到了极点。爸，这只狗怎么又跑进家里了？这里是他的家呀，他从小就和我们一起住在这里，已经习惯了。我现在可是怀孕哎，医生交代说我不能太靠近狗，这样会对胎儿不好的。爸，为了你的孙子，以后就别再让他进来了。多多，对不起了，看来你以后只能睡在门口了。为了即将到来的孙子，老罗只好在商店门口给老狗搭了个临时的狗窝，让他睡在外面。哎呀，老罗，你怎么舍得让你的这只宝贝狗跑到外面睡呀？哎，我也没办法呀，媳妇怀孕了，说不能和狗距离太近，所以只能委屈她一下了。几个月后，老罗的媳妇生下了一个男孩。媳妇以狗身上有细菌对孩子不好为借口，依旧不让老狗进到家里。亲爱小宝贝，叫妈妈。拜托老婆，小孩才1个多月而已，哪能说话呀。你看他这不是在学着叫吗？我的宝贝是最聪明的。多多，对不起啊，我媳妇说你身上有细菌会传给我的孙子，看来你还要在外面住一段时间了。过没多久，老罗突然得了重病，住进医院。没有了老罗的庇护，这只老狗经常遭到媳妇的毒打。儿子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出院呢？爸，医生都说了，你这病不能急，还要再多观察几天。哎，我在医院住了这么多天，也不知道多多他怎么样了。爸，你就别担心多多了，我老婆会好好照顾他的。你这只脏兮兮的狗，还不给我滚远一点，否则我见你一次就打你一次。啊，他再这样打下去，这只狗会死掉的。不行，要赶快阻止他。年轻人，别过去，没用的，我们都曾去劝阻过，可是我们越劝他就打得越凶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这只狗是做了什么事情吗？要不然怎么会被打得这么凄惨啊？这只老狗很乖，怎么会做错事？它只不过是想见自己的主人，忍不住叫了两声，就遭到老罗的媳妇一阵毒打。是啊，老罗的媳妇非常讨厌这只老狗，说什么这只狗的叫声吓到他的孩子了。哎，这只狗也太可怜了，
年纪这么大了，哪还能承受这般虐待？不要让我再看到你了，快给我滚！这是怎么回事？那个女人都那样打他了，他怎么还跑回去啊？我想他之所以不愿意离开，是因为他想等他的主人回来吧。是啊，他每天都看着路口，他是在等老罗啊。这天傍晚，老罗的媳妇见孩子在床上熟睡，他便急着出门去买菜，把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。小林，你这么急急忙忙的要去哪里呀？我今天忘记买晚上要煮的菜，我老公就快要回来了，我要赶快去市场买点菜。那你的儿子呢？他在房间里睡觉呢。没关系的，我马上就回来了。瓦斯炉的火被喷出来水给熄灭了，散发出大量一氧化碳气体，而房间里的门窗是紧闭的，这样一来，屋子里的小婴儿就会一氧化碳中毒。你这只可恶的狗，竟然趁我不在家跑进屋子里咬我的孩子，看我今天不打死你才怪。打死你，打死你。老狗被打得奄奄一息，媳妇见他倒在路上一动也不动后，才抱着孩子走进家里。讨厌的狗，你死了算了。哎呀，好浓的瓦斯味，糟糕，我都忘记炉子上还烧着开水了。如果我的孩子一直待在屋子里，就会一氧化碳中毒。难道是那只老狗闻到了瓦斯味，才把我的孩子带出了房间？莫非是那只老狗救了我的孩子？咦，那只狗呢？他伤得那么重，会跑到哪里去呢？老狗拖着全身是伤的身体来到了医院。此时天已经黑了，他也没有力气再走了。哎，这好像是多多的叫声。对，是他的叫声，多多来了。爸，这可是医院，怎么可能让狗跑进来？你一定是听错了。不，我听得出来，这是多多的叫声。快，快扶我下去看看。儿子没有办法，只好搀扶着父亲到楼下。哎呀，多多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怎么伤得这么严重啊？狗狗这般不计前嫌，真心待人的赤子之心，是我们人类远不能及的。人类有时候真的应该好好向他们学习。多多，对不起，我做错了，请你原谅我，真的对不起啊。不吃羊的老虎。王明公园是观赏牡丹花的最佳去处，因此只有在赏花期间才会有大批游客。在王明公园里，北边是动物园，南边是花园，过了赏花期的公园只能靠动物园来招揽游客，但是来这里看动物的人却是少之又少。唉，这个公园真无聊，只有花季时值得来看牡丹花，平日来也只能看无精打采的老虎。对呀，看看这只老虎一点精神都没有，
我看啊，人工饲养的老虎已经没有野性了，即使把羊丢进去，它也不会去吃的。哎，我们公园只有在花季才有比较多的游客啊，现在仔细想想，还真的没有什么能吸引大家来呀。园长，我看这样吧，不如我们想一些新点子来吸引游客吧。新点子？是啊，刚刚的游客不是说园区里的老虎没有野性吗？不如我们就让老虎表演吃活羊吧。老虎吃活羊？嗯，这个点子不错，我想应该会吸引很多游客前来观赏的。就这样，王明公园入口处贴上了老虎吃活羊的海报。海报一贴出，立即吸引许多游客前来买票观赏。公园里的那只老虎真的会捕猎吗？还真是令我好奇啊。海报上写饿了三天的老虎捕食活羊，感觉还真的有点残忍。奇怪了，你觉得残忍还买票干嘛？就想看一下嘛。公园里的老虎从小就被迫与母亲分离，被人类圈养在笼中。为了让它恢复野性，饲养员让它饿了整整三天。此时的老虎显得非常暴躁。老虎现在状况怎么样？你可别搞砸这一次能吸引游客的机会呀。园长，请你放心，它已经饿了三天，现在异常暴怒。只要我把羊放进去，它绝对会马上扑过去将羊咬死。嗯，这样是最好的了。这么凶狠的吼就对了。游客马上就要来了，你赶快去做准备吧。嗯。老虎吃活羊的表演真的比牡丹花更有魅力。动物园老虎区的周围满满是游客，还有人拿着望远镜准备观赏表演。哇，今天的人可真多呀。对呀，大家都是来看老虎吃活羊，这么精彩的表演不是想看就能看到的。嗯，你看那只老虎今天格外的凶猛耶。我有听说它被饿了三天，好像是为了激发它的野性。没想到这种血腥残忍的表演竟然也可以吸引这么多人来看。真没想到老虎吃活羊这个表演竟然能吸引这么多人来观看。开始表演吧。最刺激的时刻终于到来，一只母羊与两只小羊从侧门被推入老虎区。各位游客，老虎吃活羊的表演现在开始。哇哇！哎呀，还真的是三只活羊哎，看起来它们应该是母子吧。你看那两只小羊一直跟在大羊身边，看来它们是母子没错。哎，这三只羊马上就要被老虎吃掉了，真的好残忍啊。买票的时候你就觉得残忍了，那怎么还来看？现在你人都来了，还说什么残忍啊？这三只羊与老虎的距离不远，老虎已经看见它们了，母羊也察觉出危险了。此时母羊转身用头想撞开刚关上的门，却是徒劳无功。母羊此时知道自己已经无法脱身，只能看着老虎慢慢地向他们走了过来。这时有人惊呼，有人哈哈大笑。哈哈哈，你们看，
羊开始害怕了，看这两只小羊吓到脚都在发抖了。天啊，老虎就要过去吃它们了。母羊因害怕而不停地颤抖着，它的两只前腿发软到跪在地上，不敢直视朝自己走来的老虎。你们看，那只大羊已经被吓到跪在地上了。老虎看了母羊一眼，便朝两只小羊走去。看来他是想先吃掉这两只小羊。这两只走投无路的小羊见老虎朝自己走来，立刻发出一阵阵咩咩的叫声。这时候母羊突然站了起来，很快地跑到小羊面前，转身挡住它们，身体也不抖了，四蹄扎定乳柱，眼睛瞪着老虎。你们看，这只大羊在保护它的孩子。是啊，母爱的力量真惊人，刚才还吓到站都站不起来，现在竟然像个战士一样的站在老虎面前。唉，母羊为了保护孩子，早就把自己的安危置之于度外了。老虎啊，求求你可别吃了他们呀。此时围在老虎区的游客渐渐安静了下来，他们紧张地看着饥饿的老虎一步步走向那只母羊，而母羊毫无畏惧地用身体挡住小羊。此时的老虎突然愣了一下，这样的情景让他想起了他的母亲。老虎看着这只母羊，看着看着竟然转身离开了，而那只母羊在老虎走开后就瘫软在地。两只小羊急忙来到它面前，用头一下一下地拱着母羊，想把妈妈拱起来一起逃走。饲养员，快来把羊放走。对啊，把他们母子放走吧。快放了他们吧。那三只羊很快便被动物园的饲养员从侧门放了出来。之后有一段时间，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。羊妈妈在那种险境下还是不畏惧地保护着小羊，把自己放在前面等着老虎来吃。她一定觉得老虎吃了自己后就饱了，小羊会因此而得救。最令人讶异的是，饥饿中的老虎到最后居然没有吃了母羊与小羊，它的行为让人们啧啧称奇，但却没有人知道是护子的母羊让老虎想起了曾经爱它护它的母亲呢。善待所有的生命。赵翔小时候家住农村，那时的农村家家户户都有养猫，赵翔家里也养了一只大母猫。阿翔，你把这些饭端去给猫吃。妈妈，你怎么给大猫吃这么多好吃的？它就要生小猫了，当然要帮它补充一下营养。好了，快拿去吧。吃饭了，吃饭了。来，这是你的饭。几天后，母猫生产了，一次生下了五只小猫咪。但是当时农村的小猫太多了，没人要。赵翔母亲不忍心抛弃它们，就全都养在家里。烦死了，烦死了，母猫怎么生下了这么多讨厌鬼？阿翔，你怎么了？妈妈，这些小猫很烦人，赶快把它们送人了。村子里每户人家都养猫，谁还会要啊？那就把它们丢掉好了，它们都还太小了，这时候将它们丢掉，它们是会饿死的。
这样跟杀了他们又有什么分别？我们不能做这种事情。啊！小猫里有只眼睛外围有一圈白毛的眼镜猫，这只小猫非常调皮，还经常偷吃赵翔的食物，让赵翔对他非常厌恶，总是想办法要狠狠教训他。哎呀，我的作业簿！你这只臭小猫，看我怎么打你！阿翔，你最近考试很辛苦吧？这是爸爸特地买回来奖励你的。哇，是肉饼耶，太好了！你吃了肉饼可要考出好成绩啊，要是考不及格，我就再也不会买给你了。爸爸，我这次数学考了100分呢。是吗？真的啊，我去把考试卷拿给你看。啊，我的肉饼！你这只可恶的猫，还我肉饼！好了，别追了，我下一次再买给你吃。可恶的猫，我一定会报仇的。这一天，赵翔趁眼镜猫专心吃饭毫无戒备的时候，一把将它抓住。哈哈，我看你这次还往哪里跑。哼，你这一次跑不掉的。哈哈哈哈，既然你这么调皮，我就给你吃点安眠药，让你安静下来。眼镜猫吃下了安眠药，显得烦躁不安，身子摇摇晃晃，像个醉汉。可是没走多久，鲜血如泉水般从他的鼻孔里流了出来，接着他便一头栽倒在地上。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惨了，他这是死了吗？要是让爸爸妈妈知道，一定会骂我打我的。不行，我得赶快把他丢掉。很快的，赵翔因为残害猫而得到了报应。他读中学时突然严重失眠，有时候一连好几天都睡不着，非常痛苦，只能靠安眠药帮助入睡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又睡不着了？怎么了？你又失眠了吗？是啊，妈妈，我很困，可是却怎么也睡不着，我好难过啊。哎，阿翔，我看你还是吃点药吧，再这样下去要怎么办才好啊？安眠药，当年我就是用安眠药杀害那只眼镜猫的，没想到今天我自己也要吃安眠药了。难道这就是老人们常说的因果报应吗？你们听说没有？邻村那个杀猪的王屠夫出意外了，他竟然被自己的屠刀刺中了脑袋。我也听说了，他那是杀生太多，遭到果报啊。是啊，世间万物都是有灵性的，所以千万不能任意伤害他们。怎么突然这么困啊？夏天原本就容易想睡，你要是困了就在这里想睡一下好了，这里有树荫也不热。不行了，我要先睡一下。就在赵翔熟睡时，一只大猫缓缓地朝他走了过来。这只猫的眼睛周围是一圈白，它正是长大了的眼镜猫。你们快看，那只猫好奇怪啊，它的眼睛周围长了一圈白毛，简直就像是戴着眼镜。是啊，它的样子真奇怪。长大的眼镜猫突然像发疯般似的往赵翔扑了过去。
并用它尖锐的牙齿和爪子撕咬着赵翔的衣服皮肉。救命啊，救命啊，快快去帮忙。哦，对，我们快去帮忙。痛死我了，痛死我了。天哪，一只猫怎么会这么厉害，竟然将你伤得这么重。要赶快把它送到医院去才行啊。对，快送它去医院。赵翔被送到医院后住了一个月才痊愈，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虐待猫，也不敢再虐待其他动物了。阿翔，感觉怎么样？伤都好了吧？嗯，已经好了。没想到那只猫竟然可以把我伤得这么重。看你下次还敢不敢虐待猫。不敢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阿翔啊，你可要汲取这次的教训，残害动物等同在犯罪，众生皆平等。你伤害了其他生命，最终这种痛苦还是会返回到你自己的身上。嗯，我不会再伤害他们了。圆满生命波罗蜜，精进修行满人间，断除三毒诸烦恼，慈悲菩提大愿力。各位生命菩萨大家好，快乐从哪里来？关心别人，关心众生，那就快乐了。痛苦哪里来？只为自己想，自私，那就痛苦了。所以佛陀跟我们说，不要起贪嗔痴三毒，不然有烦恼就会造业，就会受苦。那要怎么办？菩提心、慈悲心、空心，以这三种心去圆满波罗蜜，那你的生命就圆满了。愿生命电视台祝大家生命圆满，阿弥陀佛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生命点是台北生命道场举办恭送佛母大孔雀明王经、点灯、药供、供千水暨甘露施食法会，恭请常住法师领众。日期9月8号星期五上午9点，地点台北生命道场，地址台北市民生西路300号2楼，联络电话02-2550-9900。02-2550-9900，捷运双连站1号出口左转，步行15到20分钟。